也关门歇业，大批军警在街头巡逻。但是他们回答到道理不讲义，关门不仔细过去，这是一些情况下的大批的城市直接过境，免费来六百元。对，让咱们今天亚洲的话题是越南跟越南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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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请急速返航，本次旅程还有一分钟，请急速返航。不，